子要除掉范闲，二皇子拉拢范闲，深陷皇位争夺的阴谋中，范闲遭遇危机重重。冲斩！养一个不为人知的用剑高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？你这是影射谁呢？接下来这段日子，太子随时可能对我动手，把他给我杀了。这世上做儿子最难就是在皇家。范闲此去，如同自投罗网。7月30日晚间10点到12点，《庆余年》。